师长最恨欺骗他的人了。你杀我们副官不该偿命吗？那我还杀了汉奸呢，不算偿命吗？那汉奸还活得好好的。欺骗师长罪不可赦，预备用枪。且慢，胡大姐，这儿下命令的人是我。 叫你们师长来，冯师长听您调遣。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，不愿烂在肚子里，带到坟墓当中去。叫不叫师长，您自己看着办吧。看住他。还有什么为君子事啊？师长啊，您为什么要处死我？哼，老子这些年来。 被征服偏，被捅了瓢，被灵修偏，被伤死偏，偏领了西北军多少将士横死一将，偏领了的老长官杨虎臣身陷囹圄，所以，我他妈最恨骗人的人。你他妈杀了我的人不算，还敢来骗我？难道不敢杀吗？再说，这娘们知道的秘密太多了，留着也是害人。那好，我还有一个秘密，算是临终赠与你。这样。 我不愿意让别人听见，师长啊，我打心底里喜欢你，你那霸道劲儿啊，像极了我那死鬼丈夫，就他降得住我。先说你的秘密吧。这就是我的秘密。你这个娘们儿，怎么这么不知道廉耻啊？ 师长，你也是一方豪杰啊！这女人最大的秘密啊，就是情感的秘密。你准备行刑？哼！撒！不要你们师长性命的，就来戳老娘吧。师长啊，老娘的口水甜不甜？我告诉你说，您啊中了剧毒了。 想要解药的话，就再给我3天的活命期吧。臭婆娘，竟敢恐吓师长！师长，此事您信其有，不信其无。你，还是许姑娘忠心啊！你出，跪下。 算了算了，都是为了师长好。哼！你有什么不是？叫你们这儿最好的医生来。 院长正在查房。师团长的计划是两路开花，齐头并进，王协军3师、8师、9师向918师发动进攻。 向江南的中国正规军发动进攻，进攻918师的部队中，以第3师为主力，直插918师的老巢风口。这位夫人有何不适啊？我有个亲戚偶染风寒，想请院长一下过去看看。患者现在何处？在洪湖。不是本人见死不救。 洪湖现在是918师的地盘，日本宪兵队有严令，不得到那儿出诊。您还是请他过来吧，啊！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流。嗯，我是从恩施来的，找万站长有些事情。
稍等，我去通报。好。报告。来本站有何公干啊？这是本战区的绝对机密，不足为外人道。老子是外人，莫非你是内人不成？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流。老子身为站长，你还要盘道不成？见了本站长，为何一点礼数都没有？你以为你来自长官部就高人一等？行了，时间不早了，得先走了。怎么，你的公干不谈了？我只是路过这儿，讨杯酒喝。好说。来人啊！这位兄弟缺盘缠了，给他5块钱大洋。跟我来吧。魏兄，请稍等。他是本站长的副官。魏耀阳拜见万站长。请。好。无边落木萧萧下。臣。刚才那位是行动科长刘德彪。没有办法，本站地处要冲，营王送来的俗事太多，难免分心，所以万木才出此下策。万站长的苦心，在下完全可以理解。魏兄有何公干？啊，这次过来向你借5个人。不知魏兄要借什么样的人手？行动专家，枪法要准的，每个人都要配备近战武器。没问题，何时集结？最好是现在。一个小时后是否可以？早就听说万站长治军有方，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。这长江工作站真是厉兵秣马，诚可待旦，佩服佩服。国难当头，我辈本当如此。魏兄稍后，我这就去挑选人马。好，仰仗万兄了。从你们走，抽调5个人，听魏文书指挥。去哪里啊？不该问的就不要多问。这人也是怪，他怎么就知道我不是站长呢？是不是在下一身草莽气，离站长的风度相距太远？这倒不是。本站的街头暗语是无边落木萧萧下。我回答了呀，不尽长江滚滚流啊。身份不同的同志有不同的回答方法，基层同志答下半句，中层同志是答一个字就是。高层同志呢？这个也不是我应该知道的事了。莫要看我身为站长，却也只是个长江二号，连一号都算不上。你问那么多又有何益处呢？张处长身上的吗？上校，上校，这上面有人笑话老子嘞。姑父，最近身体可有不适？我从荆州啊给你请了新衣过来。不用了，我听人说呀，中了胡寡妇的毒啊，就是神仙也难救治。姑父，还是请医生看一看吧，好不好？不用。来了，走了。姑父。这位是荆州仁爱医院的蔡院长。哦，是大医院的。不敢不敢，这位长官是什么长官？不长官的，他只是个打鱼的，我姑父。是是。
这位小姐，恕在下愚钝，令姑父心跳正常，血压稳定，确实没有什么特别不适。你再仔细听听。哦，好嘞。哎呀，行了，真的没事。据在下诊断，确实无恙。那就有劳院长在洪湖多盘桓几日，我带院长四处看看风景，如何？在下还有很多俗务。院长不给面子，是不是嫌我长得太丑，看着碍眼啊？不敢不敢。